上次我回国的时候，给朋友买了带了一瓶，是什么酒忘了，好像是这个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坤，带你了解最真实的日本。昨天跟老婆一块去超市买那个咖啡的时候没买到，所以今天又重新来另外一个店，然后来看看买点咖啡，顺便买点花粉季过去之后我要喝的酒，所以就是。这次不是来买酒的，是来买咖啡的。但是这家店是卖酒的，专门的，是一个专门的卖酒的一个店，它叫 Liquor Mountain， 就是以酒水还有下酒菜，就是下酒的那种，不是咱国内说的卤菜、卤肉之类的下酒菜，是那小零食那类的下酒菜为主的那个专门的卖酒的店。咱们进去看一看，看一下这个是这个啤酒。生产的不是哈尔滨吧？4560日元一箱，然后这个的话是德国的啤酒，5580，它成瓶的，不太那个啥。哦，这个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？这个卖4700一箱，这个是美国百威，成瓶的小瓶百威，4198，算12块钱，12块钱一瓶嘛，这成罐的百威。这个的话，4400吧，这个，完成瓶的不一样，这个是日本的啤酒，生啤，这个卖的还挺好的，喝着不错。反正全是啤酒，各种各样的啤酒都有，这些都不用。那这个地方的话都稍微便宜点，因为他们不是那个啤酒，他们是发泡酒，就是用啤酒调的，兑水掺水的，是调制的那种啤酒，所以他们会卖的便宜了很多，将近半价吧。看这地方卖的有咱们大青岛，青岛啤酒，这个小瓶的卖300日元，300日元3.68，18块钱一瓶，这个小瓶比百威卖的。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啤酒，看这个成罐的百威卖188，看这就我说的下酒小菜，这种橄榄豆，这个在柜子里卖的比较贵的，这山崎。倒不知道，这倒不知道，卖19800，这个是 Hibiki， 卖六万九，真的很贵啊。这个山崎和 Hibiki， 这个是日本产的 VC， 它好像是因为日本原材料没有了，好像是，以后就不会做了吧？好像是，所以价格会翻倍往上涨吧，应该是。这边卖的是日本酒，稍微贵一点的日本酒。上次我回国的时候，给朋友带了一瓶，是什么酒忘了，好像是这个吧。啊，给朋友带了一瓶这样酒。上次回去的时候，给朋友带了一瓶3380。这看见大桶没有？这也是酒，它是一桶卖。这是一桶的木桶做的，好像木头的酒。但日本卖的中国酒的话，一般是会有日卖的，这是韩国的那种米酒马格里，然后这个中国卖的酒基本上都是绍兴酒为主，像各种各样的绍兴酒，没有白酒，没有那高度的白酒，二锅头啊之类，你必须要去中国物产店才能买得到，这种店没卖的不会有。酒是买到了，但是没有买到我想买的咖啡，它是有那个就是那种跟易拉罐似的那种开口的，但是我想要瓶盖的那种，铜罐的那种铝罐的那种，就是那个咖啡，
没有，全部都是那，他说卖的全都是那种易拉罐式的那种，扣环式的那种，所以没买。但是另外一个目标买酒买到了，买的不是啤酒，买的是威士忌，因为为了我下一次就是花粉症过去之后，为了我的那个五月份做准备吧。正好也是来了，下次再跑一趟不是闲着麻烦吗？还是买了一桶，看看大家看看。这一桶的话，大概花了我6000日元左右吧，好像是。6000日元的话有，7000，再加一袋啊，那不是叫无花果，那什么东西呢？那什么玩意儿？开心果，又加了一桶一袋开心果，850块钱，我花了7000多日元吧，7000×6×7×42，大概420块钱左右。那一大桶酒还算是比较那个划算的。我买的酒，这个是这在国内怎么说我不叫叫，Jack Daniel's。3升，看到没有？3升，三粒的，3升的话是买6000多日元，还算是可以吧。有机会的话，大家来请大家喝酒，喝这个酒，这一瓶估计能够我喝一年了，所以这一年不用再买威士忌了。有空有可能到夏天，喝啤酒比较多一点，然后夏天的话，还要再弄2箱啤酒喝。